时间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，今天我来睡沙发。这怎么行，还是我睡沙发吧，毕竟我是这个家的主人。以后别说什么主不主人的了，叫我雨辰就可以了。对了，明天带你出去卖一点换洗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吧。不用不用啦。不行，难道你这件衣服准备穿一年吗？好吧，谢谢你。嗯，去休息吧。没想到这个世界这么神奇，人死了还可以变成娃娃然后复活。那就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年，然后完成他的心愿吧。第二天，走吧，带你买一些你喜欢的衣服。好，到时候随便挑。你确定不吃一点吗？逛了那么久，应该也饿了吧。我们娃娃是吃不了东西的。对了，买衣服的钱以后我会还给你的。不用了，没事的。不行，我还是给你吧。